前脚走，这个狗蛋又在踢米。我也不知道踢米是啥。狗蛋，你踢米是在打游戏还是听歌？妈妈，我在听歌写作业。我能信你吗？整天学习不咋地，还爱打游戏，关键游戏玩的也不咋地。这个智商真是随了他那个狗爹，气得我一口老血喷八米，都不想要这个笨狗蛋了。我决定去换儿所把它换掉。换蛋需要去二楼。咦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变黑了？赶快拿出来我的熊二手电筒吧。妈妈，手电筒坏了。又是你搞坏的。我老天爷啊，狗蛋是吃猪饲料了吗？这么重，整天就知道吃睡打游戏。把你丢进去，再去换个乖宝宝蛋。哇，一大车的元宝，这下我发财了。拿上一个元宝先换一个吧。拿上元宝直接放在传送带上。哇，好期待好期待，希望是个听话的乖宝宝。真的出来一个新孩子，是一个叫蛋文文的乖宝宝，学习很好还听话。文文，你好好学习，放学妈妈来接你。文文，妈妈来接你回家了。